大家好，我是白露。今天呢在贵阳，然后现在已经妆化完毕，准备一会儿要去我们奔跑吧十一季的发布会。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造型，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有点学生装的感觉。噔噔噔噔噔，贵阳的人民啊，非常的热情，是这么说吗？好热情，然后贵阳的饭也非常的好美味。我这个对，好，一会儿再去跟深深请教一下贵阳话，正宗的贵阳话应该怎么说。反正就是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贵阳，有一句歌词一直在我脑子里面洗脑了，叫什么？爽爽的贵阳。对，雨琦，大家都很想念你啊，在这里，因为我每次在雨琦面前跳舞，他都会，好了，够了，但我就是要跳，我就是要跳，来，给我来一首雨琦的歌。Yeah, tomboy.期待我们的发布会，一会儿见。